就有一位人士，我不想称他是微宝，因为微宝都是善良、人美、心美。他就留言，他说：“哦，六十几岁的阿嬷了，还在那边装可爱，装可爱。”Excuse me， 第一个我没有六十几岁，我只有五十几，但是我很想跟他说，我六十几的时候我不用装，我还是很可爱，然后我就直接把他封锁。对我来说就 doesn't hurt me at all， 因为我行走江湖三十年，金钟罩铁布衫，我根本就是这个叫百毒不侵，谁我都不会在意，管到什么年纪都是希望美美的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，我在什么年纪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，我就非常的 enjoy myself。大家可能说啊，许巍老师啊，我小时候被你教过啊，你怎么都没有变？我当然知道你这个客套话，我心如明镜一般的清澈，我头脑非常的清楚。哇，老师你怎么都没变啊？那你当然是礼貌 say nice words， 我当然知道嘛。但我心里也是觉得说，当然 of course I still look good for my age。我是觉得因为我这个年纪啊，老师就自我感觉良好，我也是各种开心。那你是让我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嫩啊，现在虽然有把年纪了，毕竟不是十八岁。就有一位人士，我不想称他是微宝，因为微宝都是善良、人美、心美。他就留言，他说：“哦，六十几岁的阿嬷了，还在那边装可爱，装可爱。”Excuse me， 第一个我没有六十几岁，我只有五十几，但是我很想跟他说，我六十几的时候我不用装，我还是很可爱，然后我就直接把他封锁。对不对，威猛？你说老师不是封锁的好吗？觉得老师封锁的好的，赞赞来一波。对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对我来说，就 doesn't hurt me at all， 因为我行走江湖三十年，金钟罩铁布衫，我根本就是这个叫百毒不侵，谁我都不会在意，完全不会影响我。但是我不想在这边有这种很负面的，然后不好的这种文字在这里，因为老师的直播，我是希望三岁到九十九岁同乐。很多微宝都说啊，小微宝一听到许巍老师的微宝宝宝宝宝宝，然后小微宝就笑。那这里有很多的小微宝嘛，所以我就不希望说那种说话尖酸刻薄的文字留在这，我就给他封锁。看到没，好天云说这种人负能量不好，我们也不想碰。嘿妹，对。对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